今天为了要防止落灰，所以上面加一片铝箔。这是玛格丽特，然后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落灰。对，然后下面超热的，下面就很热了。没有。哦，这边你看，这边火力比较旺。没有，那是刚才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没有听到。哦，是。对，大概。对。但已经上面下来的都已经解决了。转一个方向。对，看这里，这个就是烤得很漂亮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样子一个蓬蓬的焦焦的。然后刚才是平平的，你看整个都蓬起来。墨鱼香肠，第一颗的话就是烤焦，第二颗这一个只烤不到大概六七分钟。哇，很漂亮。然后看上面那个挡掉很多的灰，对。然后这里，其实上面还是有灰。很香，很香。灰姐姐，像埃及吗？不会烫，耶。墨鱼香肠在那个九份是那个金瓜石特产。他那里有一个叫苏一红，耶！哇，这个那个老板专门做那个墨鱼香肠，加拿大料理。然后他的招牌是什么？有，我先把它盖起来。这个横切面，哇，这个好，很漂亮。嗯。哦，好脆。脆。我要看一下它的那个侧面。哇，横切面。吃一口，试吃。我要试试。这是什么？墨鱼，还有蒜，都是海鲜的。还有蒜青，对不对？嗯，青蒜海鲜，这有一个是那个意式的。但是没有刚才那么漂亮。草莓，草莓桂花。中间都好了，旁边没有，所以刚刚应该已经算不错。可以的。有点冒泡。很香。好香哦，闻到哈。哇，真的像饼干。好香哦。有不要煮水，等一下。哦，我来开水烧好了。草莓饼干。我就说。超薄的，超级薄。我还好，技术够。它有桂花香，真的。真的有桂花酱。桂花香，
我突然看你这样拿起来，在阳光下太透光了。对啊，很薄，做的很薄。嗯，晒干，然后。